Hello 大家，我是维克啊，我们这一把继续王者啊，这东王太一干那来，直接打排位啊，刚才还没玩一场，来匹配还想打，但是没有打，没打到，64场胜第56，不要乱来，好了，对面直接拿虞姬啊，有个皮肤就好看一点啊。哎，刚才打了一把排位，也直接挂了，拿一个老夫子，新老夫子去打排位，没打好。这个武则天土豪啊，拿一个这个海洋之心的皮肤，本来武则天就能出武则天都已经是土豪了，是吧？再出个海洋之心，东皇太一还是推荐加一技能，是吧？要把它凑齐三个球。我们只能走下路了，这上面中路肯定是武则天的啊，搬什么，我先帮你打红了吧，风巅巅峰对决，巅峰是这个峰，走了不理你了，他老了，这个李白好贱啊，刷下一个惩戒丢两下就走了，他能过来那个就是过来玩一下，他那一个丢一下马上就二级了，我们打得那么辛苦白打了。这方李白会玩啊，我们两个在这边一起打。先出个好看的鞋子啊，我没东西打呀，那个花语好慢啊。去上路这边打得热闹，我去支援一下下路，一个李那个虞姬就够搞定孙悟空了吧。哟呵，竟然敢捅我，刁民到处乱跑，浪费我一个大，你把他搞死了，虞姬危险，吸住他了啊！我操，捅两下都捅死我了。干嘛专打我，你说？抢个暴君而已啊。
我又不是主谋。反正我是听不懂这东皇太一说什么。反正一开始就准备把他球抓满再说啊。抱住了，有没有人揍他？爽了吧？两连杀，漂不漂亮？都是队友的啊，功劳是吧？李白来了。再来一下就死了，那个李白啊。擦一下啊，对，擦一下李白就搞定，可惜了。只要你法术伤害再高一点，那个李白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，是吧？来找人报啊！这个位置好像会暴露我的球啊！先上路帮花木兰吧，花木兰很危险。就放虞姬，啊，这个竟然能打塔，这么自信的猴子啊！不要被我抱到，跟你说，抱到你就死了。我想打个蓝，没蓝了。最后一个蓝啊，最后一个技能就是爆人。赶紧，有多远跑多远。先把上面的小兵清掉吧。小兵别打我，回去补点血，补点蓝，这样子打很尴尬的。清理兵线，这边又有这么多兵。怎么全部死在那边了啊？我这么大的坦克还没来，你们死光了。三个球吓死他们了。准备爆花木，爆这个钟无艳，还有
不是胡舞吗？露娜那个武则天一起的吗？这样都能被我搞死啊！奇迹啊！看我的血慢慢恢复，恢复多快啊！我的血恢复的好快啊！李白没有那个技能，他肯定是搞不动我们的。吸不到啊！死了死了死了！这李白差点就被我们搞死了。不烂了。出去帮我点赞，还点个毛线的赞，互相点赞。上路又空虚啊，去上路清理一下兵线。中路啊，等我呀！我是没出鞋子呀，走路这么慢。第一个就是鞋子呀，差老老的。哎，我不上去了，太危险了，好多人啊。看到我就会怕我会抓他们啊！你妹的！那个交给虞姬，只要我是没有大招，再有大招一下我就吸住个人啊，他们就死翘翘了啊！要不要来打兔子？那我能不能爆主宰？爆不了，谁在削了两下呀？看猴子哪来的？快跑吧，快跑吧！就差这么点就别打了，露娜。刚才就没有人再过来打两下，这个主宰就基本就拿下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现在又开始抢了哦！他被打死了，被主宰打死了。哎，这个没抢到，亏大了。木兰怎么说？要早一点来打主宰就好了。那时候就我和露娜了吧，其他人没过来。
然后龙他又死都不放弃就打龙了。靠，他们打团啊，是吧？来吧，你再轰我吧，让你砸。李白呢？小白呢？我来清理兵线，你们攻吧。不过我清理兵线好像很慢啊。推掉了啊！哎呀，这是要扳回一局啊，不容易啊！哎，我居然是 MVP。可以吧，先这样吧。